等到看到你来了，然后还不理我，自己就走了。我就看到你就这样去跟人家那边排队挤挤挤，那我想说你是完全没看到我吗？你根本没有看。对啊。那这样还约了屁呀、啊？我忘记了。
一次回来华信那个车要去吃饭。对啊。Thank you.
概是你从这里出发，我会在下面的。我觉得下去了。那我帮你录吗？下面那段吗？那一段要加速哎、欸，你停下来了就没速度，没关系的，这一段好快呀。太短了，而且我太低了。
我刚站的地方不好，因为我太低了，以前前半路方向。我要滑到看到你为止，我才停下。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很陡，也没有很不陡。只是路下两个弯，我觉得很歪头。我知道我姿势不对啊，我右脚踩比较稳，所以我猜了，我猜我往右这样滑就滑很大。姿势好一些，然后往回拐就歪一点。没错，我以为我要坐车。没有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弯腰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子。是弯，是折吗？弯腰不是折吗？真正做类似往这边鞠躬的样子，这就是折吗？折？不是这样子，折像是头像这样。但是我说叫，我还没有到折。叫？那個、不是哎、欸，是这样跟这样。头反而你要去哪边？例如说你要去那边，然后要这样啊、哦，这样。例如说我要左转，头就往这边，因为头往右边倒会左转。哦，就折嘛。然后其实不是头往右边倒，是下半身这样子。那下半身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就是左转啊。头往右倒，往左转这样，头不会真的倒，但是肌肉是这样做的。然后我就在练习这个，就是本来那种很平的波上，我不是在做类似小转的练习吗？之前的动作是错的，要用弯的才是对的。然后我发现改成用折腰以后啊，就不会乱扭了，然后重心也比较不会滑掉，然后也跟那个之前杰森教练讲的一拳打肚子差不多意思。就是打进去那一拳，就是凹，然后打右边就凹右边，凹，啊，不是鸟，是凹。如果是学血管的啊，他们不像我们是左折右折，他们是前折后折。对啊，然后相对下来，好像也有他们的正确跟错误。他们的错误就是手甩以及左右转腰、嗯，他们的正确其实是前后折，应该是前后折，对，前后折。所以这是滑回家的路哦，这样才能回那边啊。那最上面就走黑。那中间会是绿。你讲一下哪一条？我们最上面就走最右边嘛。伊索拉 A。我刚不是一直疑神疑鬼说是伊索拉 A 血不足，还是伊索拉 B 血不足？
然后总之我们就最靠边嘛。以苏拉 A 我们平常连看都没有看。以苏拉 A 接绿色啊。对啊，不管你走哪个都会接绿色。哎，那再坐佩尔上去就可以回去了。以苏拉 A 过来滑一点点，这个佩尔上山。坐我们从来没坐过的那个缆车。佩尔啊。对，那一台我们从来没坐过。啊，那没开啊。你知道没开吗？因为我有 cross A 路过没开啊。哦，好。因为他也不想开给人家坐吧。我看没开啊。好啊，那没差，我们就是要坐回家缆车啊。哦，你说到下面了。对啊，都是。我跟你说，那不用了，我们坐短的就好啦。什么短的？坐 across number one pair， 因为这边滑一下就下来了，还是你想去滑上面？那边跟这边，我觉得啦，那边冲力比较多。这边的冲力比较多。没错。坐坐看嘞，坐右边的，短短的，坐坐看。那条路也是属，这条也是属于没滑过的、啊。是没滑过。就好好看看风景嘛。啊，都好。以苏拉 A， 两个钻石，又没下雪，大不了就是撤交下来就好。大不了。对，现在要滑 Grand 接苏拉 A 回家路线啊，先走回家线，接着一直靠左，碰到有黑线的岔路就要看，要是那个 A 就是写不准，那就继续往前滑，走苏拉 B 对。因为我忘了是哪个写不准，就是始终我都没有走那、我猜是以苏拉 A。好像是坐这个，因为是走右边，所以只有这个可以坐。没有，应该是说我上完厕所坐这个。那我拍了一大堆照片，就是粉粉雪丘陵的照片。一开始拍，滑到中间也拍。然后佩尔没拍啊？啊？佩尔积满了雪。佩尔在左右边啊，那就是我说的佩尔啊。嗯，你说了 number two pair， number two pair 怎么会在那呢？错了，对啊，对，那个是连去、那个山头。你说了 number five pair， 不过好，我确定那个没开，因为早上港都还刚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装满了雪的椅子停在那，对，没开，确定没开，每一天都没开，所以它装满了雪。那干嘛椅子关呢？干嘛椅子不收？还是这种没在收的？那种的是没在收吧？他可 pair 的通常都没有变速，所以他都是永远夹在上面。那种有变速的、啊，他到了变速轮那边会被挤下，再转盘上走。要拍回家路吗？还推都累死了。
天色不好看。没办法，现在才来。有路的样子，幸运的。对啊，从这买的。你说啦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要避开棍子，避开棍子，避开棍子，要下吗？看一下，还看不到路呢，看不到路。下雪哦，拍个照吧。今天滑这雪还好哎，其实这个还好哎。我说，其实这个还好。是啊，是没错。斜度嘛。斜度也还好啊。大概上半段跟 Family 差不多。就越来越平，越来越平。而且 Family 很没雪，它算雪多的了。这里找雪堆穿过去，蛮松的。吧，我说你要当跳跳兔应该在这吧。要转吗？要转吗？要转吗？在这里跳跳兔的很厉害耶。我转了，我这样角度可以吗？还不够，再往下。还要再往下？这样。你往左边看，你右边看，再往下一点点。走啊，你挡住我的路了。那还是要我先下，你先到旁边。
其实没看到是下面更恐怖，两个人在那边说。哦。有没站好，太重来，我们来练习。过了以后转，过了以后转，过了以后转，很难呢。过，没有过。过了以后转，哎呦喂呀，要摔死了。再继续慢慢跳。跳，看自己能当山羊站多高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我要下。
撞到一根树，哎，打到我自己的小腿。有抠一下，吓死我也。有血。啊？现在变成衣服上有血了。啊！哎，弹最后一下，两个飞出去摔倒。跳得太得意了。可以捡起来。啊？要捡这一段。没有，你倒我也倒。两只山羊躺在地上。失败的山羊。我刚刚已经是蹲着的状态了，我刚刚已经降了，然后不行。就是因为蹲着着地，不能蹲着着地。对的。你也觉得这里会摔倒？我不觉得那里会摔倒，但是我着地的时候就觉得，啊，屁股在后面，糟了，扭不回来，扭不回来。所以你有看到我录到我摔倒的样子？应该有吧。我是觉得怎么那么白痴啊，好好笑、喔。两只一起倒，都破伤没有水吧？没有。你有哎、欸？你为什么都是水啊？因为我的 goggle 什么的都有血、哦、你脸上都是水。对啊，是啊，
我要帮你剥一下吗？不用剥，它现在结冰了，会变颗粒，接着就变瓜了。算了算了。不是啦，我说剥，不是剥 goggle 本身，是你的面罩这边呐、啊。就是这边有碰地上啊，右侧。你还碰到地上？我在我脸上应该都没有啊，我是整个人倒下去。我是侧倒，好像脚先出去，身体在后面。我知道我的蹲下过去的时候，我已经是蹲着的状态了，所以太低了。所以可能是那抬一下会把脚往前移，所以那定一下之前身头要先朝前面一下，哦，抵消一下那个。嗯，好，我懂了。要徒跳之前，头先往前顶。还有啊，一点点。阿刚，我就是说想要滑这边啊，滑这边下去啊。他现在就先炸，他知道今天人比较少，就没开了。对啊，所以昨天是人最多的一天。今天应该还在放假不是吗？但是今天大部分人要收行程的话，可能有的人最后一天不滑，哦，有的人滑最后一天，但是下午也就走了。嗯，对啊，就跟我们一样啊。如果要搭四点的车的话，两点开始烧，或者三点就开始烧。三点差不多啊，他就三点半关呗。三点半关。对啊，这里的很多缆车都是三点半关啊。反正我们之前很多雪场都三点多少就关，都差不多了。那天黑了。啊？天黑了。我有身上很多雪吗？帮我开开。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太好笑了。你看你的这里粘住了。对啊，那种东西就是这样。这里有点。哟呼！短。但跳起来感觉很好玩，但是我落地有点重，我这样咚一个。就要注意脚避震哦。嗯，它开了。嗯，这好像就是上下拉式。对啊，下面拉。还要去冲冲冲吗？没有。那个鬆鬆啊，那先冲右边的冲冲啊，都没有了。我就去看，坐缆车的时候我知道，就去看看。我知道你说痕迹都还在，但是我是说就去冲冲看。没有，那个太缓了，你只能直直冲。他就直直冲啊。然后最后、啊就是、我们就是要去坐那个最远的缆车嘛。是啊，互相保留冲力。好可爱哦，那一球。他好吧，弄红红红的，他就是那个蘑菇了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只有他，我来得及帮他拍一张吗？看你的手脚，看来太危险了，要扭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已经不是最漂亮的形状了。就刚刚那个方向一样，对啊。下午还有一次机会，他不知道还在不在。应该还在吧，他就是因为在山谷里没有被咬走，所以才长那么大。很可爱。嗯。哎、欸，还好，我觉得是贴了很多药布在膝盖，今天隔膝盖，只是刚摔倒的时候，我听到膝盖咔一声。对，我确定一下，他现在还好吗？那我就去滑昨天的松松好了。啊？你要变昨天的松松？反正走最终就是那个最比昨天还远的缆车站的那个。对啊，最后应该要走过去了。好，推推推，又不见了。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啊，等等。很误。那我就直冲，是不是？我就走右边，是不是？
左に一個抜ける道があったかな。Thank you.
数字来讲，那么多人路过，早就该被搞歪了。为什么他还在？他很硬啊！我刚刚不是在山上有敲了一下，很硬。他就是被弹过 N 次，然后又弹回原地这样。问题到底是要走着来还是滑着来？我猜它是平平的吧，微上坡。回来的时候可以滑，好像可以滑，对。上去的时候就比较累一点。好了，我决定脱下来。要这种、喔？不要，好，好重哦、喔。我手没有力气，我宁愿耗脚。那要不，哎、欸，要关了。好关。我的刚刚有路吧？有吧？有啊，它有在闪、啊。